第十二天，然后呢，我们在巴山呢，巴山这个地方，我们有筹到一些捐款，然后支票，然后叫我由我们的记者孙春小姐作为见证，作为见证，然后由我们的美后呢主持，陈美云对吧？陈婉莹。好。主持这个开箱的仪式哈，310块啊，310块，我们收到的这款是310块。然后呢，我们的美货支票呢是688，我们有收到一张的这个支票，站点呢筹到2228，2228。啊，三人你们的真字哦，2228，记得下注哦。只有，好了。